哇！咦，唔系喎，如果佢用沙河马，应该唔会用火焰鸡嘅。OK， 就咁啦。火焰鸡基本上系 99% 系一血筋，其实太屈机啦，因为佢个剑舞家族。哇！一嚟就呢只，一嚟就呢只啊，会死喎！一嚟呢只，不屈之。好啦，唔需要咩啦，唔需要放黏黏网啦，我觉得帮唔到啦。哇，咁慢嘅你，冇加速喎，偷鸡，巨兽斩，如果佢斩唔死嘅话，努力值冇加，但系会唔会斩唔死咧？应该唔会，真系斩唔死喎，真系斩唔死，我咩果实嚟嘅呢个？哇，特工果。因为特工果噶 ，OK， 几好，发挥到作用呢个特工果，电死佢！哇，电到半死嘅苍响，麻痹唔到，大亏。OK， 为我制造咗一个咩嘅？制造咗一个机会可以强化。佢嘅苍响感觉，睇嚟佢入嚟谂住切菜喎，可惜遇到我。谂住入嚟切菜，我唔会俾你咁容易得逞嘅。先嚟个威吓，将佢降翻做零攻先，之后再嚟个龙武。我可以开到下添，可唔开到下？唔好啦，有啲惊。冰极具冰好唔好咧？好似唔系咁好。叫都唔好咯，极具水啦都系，极具水啦吓，极具水啦。佢嘅速度应该系有少少，佢嘅努力值应该系错配嘅感觉上，因为佢快唔过只蜘蛛啦，跟住比我只鲤鱼龙慢，即系比我只鲤鱼龙快啦，啊都合理嘅，合唔合理咧？都应该合理嘅。卡布冥冥系嘛，一嘢电死我咯，应该一嘢电死冇地面技喎。危险，非常危险，但系唔紧要啊，我哋都冇计啦，焗住打，焗打，焗打啦呢度，极具水，极水啦，极水，佢应该都会极具，我估佢呢只，嚟啊 ，battle， 喺水嘅情况下再加攻，可唔可以打死佢咧？我觉得问啲，因为我嗰只唔系固执嚟，问水啲。系我打唔死，极具闪电，死亡。如果有一睇，我一定睇只苍响。朱古力出嚟啦，朱古力。先嚟个摁脚，呢只叫咩？点读？剁脚啊！极具钢铁，冇事嘅。哎呀，冇事啦，朱古力冇咁易死嘅。哇！击中咗要害啦，头先原来，再加防啲，冇事，杀咗佢，好嘢，朱古力击中咗要害，喂，唔系咁好咁样，不如大家都唔好打中要害啦，好蚀喎咁样，真系好蚀啊头先，加油朱古力，打死佢，咩嚟啫？哇！你唔系话？你不是玩啲咁嘅嘢话，顶啊！朱古力大战 ，OK， 等下先嗱，大家磅数一样，冇理由系尖石攻击噶啦，应该系破击会好啲啊，应该就破击好啲嘅。啊，对面应该围巾，如果正常百变怪，我哋嚟个破击啦，冇得拣啊，破击破击。我破击好高攻啊，唔好睇小我啊！哇，对面都破击喎、啊。OK， 顶住，趁住你正牌啊，唔好输俾啲翻版啊！哇，正牌嘅威力，死家你挨住一招你就赢噶啦，朱古力顶住顶住，赢噶啦朱古力，赢佢 ，Go Go。
哇，佢乜道具都冇，我连输两次速啊！你唔系啊嘛？顶住个 Game Boy 嚟嘅你。哇！弱点保险。啊！我都估到啊，呢只狗。一睇一睇嗰啲古怪巨兽，斩斩唔死电蜘蛛，一定系假嘅。哇！对面有沼王，又有只草降添，极呕心嘅草降。一系就放歪嘴，一系就放班吉拉，所以呢一度唔可以出顺时鸟。我谂可以出鲤鱼龙啦，岩神柱应该要出呢场。岩神柱可以打一二三四只，可以打四只应该。好。鬼龙啊，第三隻系啦，歪咗。伊飞，伊飞唔知咩二，伊飞乜乜乜，出嚟啦，朱古力。我觉得对面系咪有阴谋啊？暗黑气场，我可以直接极佢得唔得咧？有冇食糖啊？望望先，我好似冇食糖啊，话是话。有 ，OK， 极巨岩石，但唔系，如果佢出沼王，咪即刻拿嘢 ？OK， 整尖石攻击改用，唔好用极巨啦。啊，换重，系咪沼王？哇，系一只鱼河，呢个极其呕心嘅草降，击中要害，好啊，打爆佢块面，何其呕心嘅草降，睇个表演啦。一下砸扁你，同你讲，以往冇忌打你，佢用寄生种子系嘛，一嘢砸死你草降，正蠢材再货啦，唔痛，寄生种子好啊，冇击中，仲唔系你嘅死棋今日？我谂下先，佢冇击中，我可以再用扑击，对面扑击。得扑击呢度，对面冇一隻可以抵受住我嘅超级扑击，已经冇用啦。守护，如果寄生种子守护都仲有啲用途。啊，呢个换只歪雀，边个嚟嘅只？哦 ，OK， 裂空座六毛虫系嘛？一嘢扑击砸死，哇，超痛啊！超扑击，超扑击超痛啊！唔系讲笑。喂，超劲喎、啊，岩神柱，劲得可怕喎、啊！哦，咁三只已经显形啦，冇沼王，冇沼王，草降半死，极巨，极巨岩石，对面冇极巨啊，龙星菌完全唔痛，特攻技能对我有用么？极巨岩石。再度加特防，哇！好，先起个沙尘暴，加翻 1.5 倍嘅特防先。草降，草降够胆喺我面前，极巨拳，对面都极巨啦。OK， 睇嚟要同我个极巨，你个硬碰硬啦，极巨草原好，我快过你啊！同你讲，极巨拳。哇 ！OK， 下下死得，对面极巨草原打我应该唔算好痛嘅，应该极巨钢铁天真，完全打唔入啊！极巨钢铁冇极巨草原 ，OK， 有多个资讯啦，佢加防有冇机会打死呢？应该冇问题嘅，应该冇问题嘅，打死佢。Nice， 收走埋草降，完美。咁而家佢得翻只歪咗啦。佢呢个暗黑气场应该有机会一下秒杀我啦，死亡之翼应该命喐嘅呢啲。80血应该挨唔到一招，但系都冇计耐，照用。尖弓啊，尖弓啦、啊，唉，相信尖弓。应该都死咗啦，恶之波动会唔会死呢？有机会唔死添，真系唔死，打
打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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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佢 ，nice！ 哇哦，完美，击中要害啊！竟然用恶之波动，朱古力嘅穿衫喎，黐线！